哎呀，好的 ，OK。其实直播间里来的人多呀，老铁，过年好！在开播之前呢，我先带个货：君乐宝奶粉，欧盟双认证，全国销量还领先呢。听说抖音要下雨，要下超大红包雨。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是从爱老婆开始。你们爱老婆吗？那么多爱老婆的还上我直播间来调解。问我这是啥呀？大气锤。把眼罩一蒙，俩人互相揍，释放夫妻之间情感压抑的武器。行了，正式开播。我看看多少人。老铁们，大家好。听不见的听见了吧？你像个幽灵似的，手咋那么欠呢？关我音乐干啥呀？影响我直播了。这回能听见了吧？老你直播用嘴，我跳舞用腿，你咋不回家播去呢？你个小黑鬼！你这两条大粗腿，不登可抬灰，干我可嘴。回家去喝水。你给我滚！没听明白是不？歌文鬼，讨烂，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习武之人。哎呀，习武之人，来呀，咱俩比灵比灵啊！啊，来呀！我是舞蹈的舞，我看你有点像舞舞扎扎的舞。不得给我嘚瑟，我去找我舞伴。你找舞伴也不能好看。我换了服装，马上就是个王子。怎么换服装也是个胖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哼，怎么等着你也是个完犊子。老铁们回来啦，回来啦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严，这是我老伴儿小宝。今天呀，你们是来着了，有那热闹看了，知道为啥吗？整天搞直播，把自己呀给搁里头了，把我给搁外头了。我在他面前走几圈，就跟没看见似的，把我当空气。你说我生气不生气？一会儿我给你试试，你看看他拿不拿我当空气啊？这不断信号了，连上。看见了吧？给啥喝啥，给啥吃啥。连了，连了。接电话。喂，老伴儿啊。老伴儿，回家吃饭。干啥？回家吃饭。吃豆腐呀？臭豆腐吧？味儿老大了，隔着电话线都干过来了。看见了吧，就这样。离婚协议书，大伙儿信不信？我让他签，他就得签。啊，看来你是不希望我好好过年了。来，小钢蛋儿，签字。来个粉丝，要签名。行啊，那我给签了，这不让人来一回白来啊。签完了，粉丝啊。
哎呀妈，老伴儿，你咋来这么快呢？我顺着电话线爬过来的，这都没看见。能不能别直播了？老伴儿，你非得跟这个直播这事儿干啥呀？那我老有所为，我就这么点爱好，你跟他俩一样的干啥呀？那你说。各玩各的，那多好啊，老伴儿！再见。那你去跳舞去吧。换完服装有没有范儿？有。有的人说我找不着舞伴儿，咱现在往这一站，那就是大个干净白，不像有的人小个埋汰黑，还黑我了。还得关机重启，习武之人呗，拉丁圈的，拉一段呗，拉呗。讨厌的，我们跳舞你捣什么乱，影响我直播了。坐着干什么呀？你坐着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咱们之间应该彼此保留一点空间。老伴儿，这一点空间都没有了。不能太小心眼儿。我已经受不了了。不能太肤浅。应该各玩各的，大伙说是不是啊？老伴儿，我那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肤浅，现在肤色一点都不浅了。你是难受吗？嗯，受着。大哥，再跳一段呗。不行，你让我再陶醉一会儿。大妹子，你先请坐，咱唠会儿嗑。好。不瞒你说哈，我在这跳舞一年半，从来没找过舞伴儿啊，因为是没人找我。这就叫缘分，是吧？对，哎，对了，没事，咱唠咱的，拿它当空气。不，它就是雾霾。大妹子，你这形象、这气质啊、这颜值，出来跳舞，你老伴儿支持吗？我一个人。老伴儿没了，他废了。那我懂了，植物人儿。不，动物人儿。植物人啥样我知道，这动物人是啥样呢？就是小黑耗子标本。这老伴儿挺少见。也挺普遍，随处可见。我就是他老伴，我是他老公。别上这捡便宜，我们唠嗑呢，行吗？老伴，你告诉他，我就是那小黑耗子。他说的没错，就那标本。这标本活了，这家长得像2020年吉祥物似的。大哥。别管他是谁，咱俩再来一段。别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两口子是有矛盾是吧？你看刚才咱俩跳舞，他都上墙了，咱俩再跳他就得躁动。你俩有啥矛盾吧？你跟哥说，大哥帮你们调解调解。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啥解不开的疙瘩呀？我跟他呀，
就没法过下去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们俩这婚姻相当于嚼口香糖，前半段有点甜，后半段没味儿，分手了就相当于吐了。你现在啥感觉呀？老伴儿，我属于咽了。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大哥，有点矛盾，因为直播，老太太瞅我来气，有点吃醋了。我干的是好事，有一些婚姻呢都走向崩溃的边缘了，经过我调解之后呢又重新与好了。我干的都是阳光有正能量的事，你这老太太就受不了。那你得支持啊。我支持什么呀？你问问看那直播间几个人。一个。但是之前那些不都是让我调好了不来了吗？男的女的？老太太一个。唠多长时间了？两年多了。一个老太太唠两年多了，就明儿说给人家调解，不是你是调解呀还是调情啊？调解于情感，调解情感。兄弟，你跟哥说实话，咱都老爷们儿，你是不是相中你老太太了？在这能调你给我调一会儿，不能调上一边，你给我跳舞去。没，大哥你别走啊，这话必须跟你学完。他白天给人家调啊我不管，他晚上还跟人调，没黑没白的唠。最可气的是他把那电话呀放在我们俩床中间了，然后呢他还说梦话，说梦话，说老伴儿啊，你往那边哪儿，千万别把我老铁给压着。你说是不是感觉这床上有仨人睡觉啊？这吓不吓人呢？是要跟我分床睡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怎么不对啊？大哥说的这话理解我，老伴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岁数了添活了，你像正常咬个牙哈，喘个粗气儿我都能受了，他添的活霸道，吹口哨。晚上他这一吹呀，我都睡不着觉，我只能上洗手间趴着。你千万别站那胡说八道啊！你就说你跟那老太太有没有事儿？没有事儿。不是，这，大哥帮你们调解，这样哈，这个贵姓？名贵姓宋。这个你记住哈，这男人之美啊，在于担当。女人之美呢在于善良，是朋友之美啊在于真诚。对，你也给我交个实底儿，必须给我选择一下，你是抛弃直播间里的老铁，还是抛弃你生活中的老伴？谁我都不放弃。那你就守着直播过，咱俩就别过了。行，那不好。行，我这么帮你劝你，说的算呢。你听大哥的，飞了。吓我一跳！你这人废了，啊！这么好的媳妇儿你不要啊？还选择那个？哼！大妹子，我劝劝你吧，往前走一步吧。我走两步。你往哪走能咋的？这不是离婚协议书他签了吗？大伙儿都看见了。我啥时候签的？糊弄谁呢？你光看直播了，你眼睛里有谁呀？大伙儿说我签不签？好了。那大哥啊，你得有八来岁了吧，牙都掉没了还有关系？你旁边老伴儿肯定是，你还给他给给笑呢，你倒掐他呀。我现在我就想掐你，你们大伙谁有笔借我一下，我现在就签。没有，我那有一个，这给我、哎、绝舌咔奔谁还有笔借我一下，来，谁有笔借我一下？谁有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也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人都劝和不劝离。大哥说句人话了，我这有笔，不干人事儿啊！你这人啊，你笔多呀？我看你这回还有没？拿自己当神笔马良呢？就是马良。
编的对，就得这么整。大妹子啊，现在你解脱了。我解脱了，大哥，你敢不敢带我走出灰暗的过去？大妹子，你要这么选择，大哥给你一个崭新的未来。走，大哥带你上葫芦岛啊，吃海鲜，吃烧烤，然后咱还泡温泉。走走，完了完了，你给我留下，把我老伴还我。别回去，这不完蛋呢，哭啥呀？你咋来了呢？你哭啥呀？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？你放心啊，大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要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明天，我就能给你一个灿烂的晚年。这家伙整的挺般配呀，像俩冻秋梨似的。你俩好，往那一站，像一对泡椒凤岗似的。明白了，我说这离婚协议书你看都不看一眼就签呢，原来你是真有人了，彻底明白了，他就是喜欢这个大孔雀，喜欢够了，开始喜欢小鹌鹑了。你说谁小鹌鹑呢？说你咋的呀？你敢承认你是谁吗？哼，我就是大哥忠实的粉丝，唠了两年半的小钢蛋儿。你就是小钢蛋儿啊！哎呀，你就是小钢蛋儿！哎呀呀呀呀！来干啥呀？他就是那老太太。行了，她是我媳妇儿。我这八八八给你俩算账了，还有吃烧烤，还上葫芦岛，我家后院起火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别回去！不，你咋就会整个没有用的呢？啊！瞅你挺大个脑袋吧，像胖头鱼成精了似的。不，你刚才不还搁那狂浪呢吗？啊！你那能耐呢？那荤油没甩出来呀？怎么的？我刚才听说你要带大孔雀上葫芦岛啊？来，把我跟大哥也带上来，咱一起去啊！干啥呀？组团过呀？就这么过了？干不行啊！我喊一二三，撒开啊！一二三，撒开！咋的？焊上了啊？来，最后一遍啊！一二三，撒开！哎呀！这回我算明白了，就多我哥一个人啊！你有福啊！不是，大哥，也是一本书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要不是我看见你直播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成大脑袋啊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，这只大孔雀是搁哪跑出来的？是给俺家那笼子跑出来的。啥意思啊？我老伴儿。啊？你嫂子。妈呀！嫂子呀，千万别那么客气，陪我老头聊两年半，在我们俩床中间睡了一年半，我应该跟你叫嫂子。不是，嫂子你误会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两年吧，我因为老成跳舞跟他闹了点矛盾，我这心情当时呢就特别的郁闷，我想吧，我就上网看看直播，哎，无意之间呢，我就溜达到大哥的直播间了。哎，你们别看我大哥人长得像小黑耗子似的哈，说话唠嗑啊可暖心了。哎，但是后来吧，我才知道大哥的直播间呢就我这么一个粉丝。你说我要是走了，大哥的直播间不都得黄吗？嫂子呀，所以这两年呢，我没话我也找点话，我就为了让大哥不在那空着。不用再解释了，大妹子明白了，闹了半天这两年多是你在挑我老头呢。够意思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还有你像缺心眼似的，那我耗子大哥跟我孔雀嫂子闹矛盾，你个胖头鱼你掺和什么玩意儿了？再说了，
你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我这个小鹌鹑呢？你不知道，别瞎叭叭。是这么个事儿，小耗子和大孔雀发生矛盾了，大孔雀生气扑了膀子了，我大胖头直到心我就游过去了，冒俩泡给调解一下，没想到大孔雀向我开屏了。谁知道小耗子跟大孔雀是一家的呢？我又出了一个怪招给他俩调解好了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你可拉倒吧，动物园啊，你对孔雀的习性了解吗？还冲你开屏了，他是母的，公的开屏。不是，我不就是想来个激将法吧，把你们两口子调好吗？调好也没用了，老伴那边离婚协议都签了。签了吗？签了吗？你看看签的啥呀你？刚才我不都签上我的名了吗？这不封条板都写着吗？他签的啥呀？写的我爱你吗？连起来念，宋小宝，我爱你吗？我出的招。你们老妹儿，老妹儿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觉得一切都看明白了，我是有点过分了，把情感过多的放在手机上了。老妹儿，从此以后，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你身上。我让你成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。第一幸福的人是谁呀？我呀。老伴儿啊，其实我不是不支持你直播，我是怕你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直播间里，就忽略了亲人和朋友的感受。当今社会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，而是我看着你，你却看着手机。醒醒吧啊。明白了，别光呼号喊好，你们也都醒醒。对，咱们大伙儿啊都醒醒好不好？一场全行了，但是大妹子，哎，你算是消气了吧？没，气儿消了，但是我还没解气呢。解气，我有个游戏呀、啊。我明白，蒙眼击锤。对，游戏开始，咱们几个揍一下哦。过年了吗？啊，快来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开锤了啊！大伙都蒙上。玩赖了，是不是你们玩赖了吧？老伴儿，没用啊。老伴儿，来开始。哎，